球练嘅胡俊，冇办法啦，打客场。咁啊，现场九成都系日本嘅观众嚟嘅。中国队嘅留学生拉队咧系有400个喺现场。好吧，二段攻击打唔打？过呢边，陈静又系唔敢打，修正空前，防到，人人落取啦！ 好吧，哎呀，日本女排咧真系赞下佢哋噶，全部飞晒身，15号呢个足下皆光，星球手1米59，好矮嘅球员真系，1米70以下咧真系好少见嘅，喺呢啲咁嘅国家队球员。好啦，何其8比6，中间，哇，好快，日本队嘅网上嘅。 发球，我哋中国女排呢边咧都唔弱啊！15号咧就系满永月半，10号咧就系陈静。好啦，欣欣打起嘅手势，打手指功，睇咩战术啦？何其发球，哎呀，弊啦弊啦弊啦！连最稳阵发球呢个何其咧都要开落网，醒目啦，绑下鞋带顶定先，因为现场嚟讲嘅气氛咧系对手系绝对优势嘅。 要谂下计啦，何其叉烧弊啦，弊啦，弊啦，弊啦！日本队最可怕嘅就唔系技术，系最可怕咧就系个战意啊！啦，唉，呢波你俾佢打顺呢条气咧就麻烦啦。8比9，哎，好在咧呢分就好啊！阿红前咧就送咗个礼俾中国女排，咁个士气咧就系又争啲咯。 日本嘅女排教练系郭和新元，咁过去5年嚟咧都系带啲队波嘅，10比8，交叉，哎呀，呢个满命月半啊，打得好啊，真系，好嘢，果然系日本队嘅还魂丹，好嘢，打个斜线，非常开心啊，好啦，深山。 往里啦，喂，好嘢，喂，个手腕够松啊，好似弹咗落去咁样。我日本队嘅津云博子，自由人嚟噶，一拳到位，好波，大圈，哎呀，大圈喐九尾咧，个跳高咧就麻麻地啦，都得2.97米摸高啫。 不过呢个线度拣得好啊，24岁，好啦，满永追到10比11，1分之差啫。开后场，一拳破坏咗啦，王丽娜，轻打，嗱，勾到嘅本队，好硬噶，打完拱翻过去，嗱，到位噶，王丽娜，哎呀，呢个波真系阴功啊，真系。 啊！呢、這个波系打与放之间，就选择咗打。日本队啲有好处啦，永不放弃嘅，技术唔够呢个战意搭救。满永月半，好一拳刀啊，勉强打唔打？李生打完难度，再修正，亦都系打完打唔打？ 再打，哎呀，俾佢捉手出界噃，睇系咪先？咦，裁判话唔系，中国队嘅分数，啊，佢好正啊，佢向高打，佢唔打落去地下。
佢搏佢咧係突勾。好啦，中國隊嘅快攻手李山12-11，好近啊！高橋，哎呀，夠到，打唔得？好嘢！哎呀，以為何其咧就二段攻打噶，佢拱翻尾啊呢個，睇下慢鏡。伍詠梅，唉，好嘢，好激動啊！喺網前，好啦，11號咧就係滿永月半，唔使講啦，現場咧90%都係日本嘅觀眾啊，打曬落打曬鼓，地點喺個東京體育館，11-13，日本輸2分啫，打完虛攻唔掂啊，弊啦過咗去，打完打唔得，打埋佢啊，唉，搏到盡啊！啊！亦都讚下呢個足下街光星球15號，啲分波咧就好敏捷啊！打完跌緊落嚟啦，都照打。啊！騎曬肚啊！打完，哎呀，好哎，好在咧都救到，睇裁判話咧掂咗地啦。有陣時啲球員咧就會將隻手啊攢住個波啊貼曬地。擺定嘅手喺個地下度，等個波彈高嘅，咁啊裁判咧幾難睇嘅。呢個咧就係自由人俊雲博子，手正波，紅前，喂，紅前咧溜溜地，彈跳唔錯嘅，26歲，1.80米，摩高係3.04米，梳個男仔頭，攻擊嚟講佢同大遠都好重手嘅。好啦，杉山。13-14，捏住一分嘅中國隊。哎，拍 Q 都唔緊要啊，吳詠梅。日本女排最怕佢嘅，佢啲快波咧又係又高，佢係勾落嚟嘅啲波。好啦，吳詠梅發球，勾手15-13，頂住好波。哎，日本都打得靚嘅啦，已經係，但呢個欣欣仲靚。咁啊，真係而家打主場咧，日本打高半成波嘅技術入中國隊咧，係較為佔優啲嘅啦。再嚟個，連打兩球咧，呢個深山純子。哎呀，呢個波好嘢啊，好嘢啊！啊，呢個欣欣咧打唔聽啊，慢鏡，竟然俾啲1.59米嘅星球手攔到啊，真係好罕見啲鏡頭啦！足下街角1.59米。佢嘅攔網高度啊，只係2.61米啫，好多香港球員都高過佢啊，真係！竟然係日本嘅主力星球手，嗱佢有咩特別之處，大家要留意一下啦。嗱 ，OK， 自我掩護嘅陳靖好嘢，陳靖24歲，1.82米。OK， 17-14。會飛，哎呀，何其啊！呢個波打到埋身啊，俾呢個滿永月半。哎呀，好斜啊，真係嗰條線好濕。紅前咧就休息，咁啊換出咗16號呢個高橋，一落嚟開波啦，好發球。哎呀，個波唔係好轉啫。欣欣，哎呀，冇開工啊！你主角，哎呀，呢個真係抵賺啊！真係，喂，贏啊贏啊，防守嗰個啊，真係犀利啊！女排球員咧要做預約好難，你睇嗱，佢褪緊後再飛前，嗱唔啱，再攞第三時間，好犀利啊！呢個15個足下街角1.59米，真係抵賺啊！又褪緊後上前，唔啱時間再調整，哇！贏贏佢啊，真係，真係有原因嘅，1.59米嘅球員，摩高係2.61米。攔網摸係2.61米，扣球高度係2.72米，好多香港球員都高過佢啊！好啦，陳靖，呢個勉強打過去，有啲失位㗎啦，18-16，7號咧就係大元喐九尾啊！好啦，陳靖，一傳到位㗎，交叉唔成功，修正。大元勉強打攞到噶，王麗娜前排，李山，單腳起跳好嘢啊！李山係天津隊球員嚟噶，
中國隊嘅新進嘅快攻手，20歲，1.85米。啊！日本嘅觀眾咧猛講呢 point 呢 point， 打完唔敢打，好啦，撐市中國女排，俾呢邊李山，哎呀，陳靜打得落磨，陳靜佢褪緊後冇辦法啦。如果係我咧，老闆升過去呢個四號位啊，俾主攻手打啦，都唔好怪佢啦。話18號就係撐山長子，9號深山普通啫，拍球。喂，食波餅啊，真係！哎呀，始終係11號呢個滿永月半咧，好夠經驗啊，好他條打得，睇準曬啲守位，好難對付嘅。嗱，陣中兩個啦，11號嘅滿永月半同8號嘅紅前咧係兩支主炮嚟嘅，17、12、10，日本都輸緊3分啫。嗱，中國都唔好手軟啊，隨時追上嚟嘅佢，好硬啊！嗱，睇。好啦，撐市收正王毅啦，起啦，右手到好硬啊，大院手完之後再打右口又起到閉啦，哎呀，星球手嘅何其呢犯天條啦，唉，裁判話佢連擊，好啦，有調動，日本隊嘅6號換入，6號咧就係大冠美奈子，就換出11號嘅滿永月半，唞唞啦。大冠美奈子係1.73米，27歲，摸高係3米，非常之好經驗嘅球員啦。嗱，發球應該係好穩陣啦。好發球，有翻咁上下喎。嗱，中國隊唔怕嘅，王麗娜跳得好靚，唉，跳得靚，打得靚，攔網仲靚。看慢鏡，又是這個矮妹仔攞命，真是捉下街角，如果不是慢鏡看不到，嚇死人了，1.59米，那些彈跳是很厲害的，數字上就說他摸高是2.61米的籃網高度，似乎是不止的。好了，修正李山，天津球員，歐博閉了，20平手，日本隊你沒贏他5分都不要手軟，真是再發球，打下佢，你一分我一分，21-20，睇下慢鏡，呢球好勉強啊，搏下佢，係啦，好對嘅手夠快啊，吳詠梅贏一分先，中女排，睇住啊，夠到，快波，哎呀，踢 Q， 星球手好嘢，哎呀，又係贏佢啊，捉下街光。個波咧就飛緊過網啦，佢停空幾耐啊？犀利啊，犀利啊！俾個大院啊偷到雞啊！唉，果然犀利，日本隊。好啦，8號紅前翻嚟啦。好啦，中國女排要醒神啦！日本嘅葛和教練、葛和新元、大院21平手，好波，一傳到位，打啦，好嘢！唉，係啦，定當啲技術贏曬嘅，根本就係。明梅，日本女排最怕就佢啦。好啦，中国队换人，13號桂超然就换出何其。桂超然咧系身材好高嘅，嗱佢系打拦网啊，1.84米。哎呀，王丽娜咧开咗落网，唉弊啦，好啦，应该再调翻呢个何其入嚟啦。呢場波中國隊一定要贏嘅。如果日本女排再贏呢場，係佢哋第4場波就好穩陣啦。好啦，18號參山長子好認真，22平手，落揀個車線打唔死，好，大家都守得好穩陣啊。欣欣，唉，好就欣欣咧就咬埋最後一啖氣，打埋落去，鏡頭猛影住呢個足下街光啊！好啦，中國隊唞啖氣，谷埋最後2分。第一局咧就係一定要俾啲下馬威嘅，先贏第一局好重要嘅。23-22，空前反刀，裁判咧就 out ball， 兩個撳住佢嘅啦已經係。
睇下慢鏡，啊，好靚好靚，升得好靚好靚。何其咧捉到直線嘅，應該係。仍然拉腳戰，中國對住宿敵日本。好啦，星球手嘅足下加光發球，哇，好怪喎，單腳跳起開波。欣欣，哎呀，要拉高啲手啊！欣欣，日本隊咧暫時反敗為勝，24-22。睇慢鏡，拉高手啲啦。唉，再睇慢鏡，係就係咁打噶啦。好啦，十一號嘅滿永月半打曬手勢，睇咩變化？好啦，捉下，哎呀，又搞掂，哎，救唔到啦，哎呀，慘啊，真係。結果中國隊係23-25，第一局咧就係輸咗嘅。日本女排咧似乎咧就係威係勢，我睇下第二個點樣啦。東京體育館睇下呢場中國女排對住打主場嘅日本女排點打法啦。而家係去第二局，中國女排第一局咧係先輸咗一局嘅。而家日本隊領先緊係8-6，第二局好波，誒捉個二號位邱愛華7-8。呢場波真係五五波啦！技術同埋身高嚟講啊，中國女排佔優嘅，但係打現場咧，主場嚟講咧，日本隊嘅士氣同埋戰意打高半成啊！好波，五波收正，紅池呢邊打唔打？打埋夠到，哎呀，唔落埋去啊！真係應該要落埋去啊！呢波成功係55.5%，呢個紅池日本隊嘅主炮。有啲男仔頭嘅動作㗎，好飄啊！哎，飄出界，哎，唔係喎 ，in 波喎，竟然係，啊，有啲暈啊！哎，打主場係唔同啊，睇下慢鏡。哎呀，緊緊擲到正個白線啊！紅前再發，10-7，中國隊收正，冇理啦！哇，打直線都守到啊，好嘢啊，日本隊！啊！中禮拜玩呢個式，拍 Q 都唔怕啦。好波吳明梅，吳明梅嘅成功69.2%。日本星球手大家留意啊，15號啊，就係呢個足下街角1.59米嘅啫，好矮，但分波非常之靚嘅。哎，夠到，好過去先啦。好啦，要樹起搶勝。頂住日本隊，哎呀，跳得咁慢噶，真係弊啦弊啦弊啦！千祈唔好俾日本隊啊打起士氣啦，冇人跳，竟然係跳慢咗，唉，累到呢個邱愛華爭啲食波餅啊！好啦，深山純子1.80米，穩陣啦佢。欣欣，好波打斜線，打正紅前嗰邊啊！中國隊似乎咧，而家四號位咁，欣欣係發揮係比較強勁啲嘅。王麗娜咧就比較係飄忽啲嘅啲波，有時打唔正啊。好波，收正，欣欣睇你啦，攞去，唉，夠曬力嘅啦，已經係，俾唔俾？再俾欣欣第三球，再打又夠到，啊，何其已經醒嘅啦，已經係。醒噶啦，但系俾11號呢個滿命月半咧又救到。嗱，睇慢鏡，嗱，連俾三球佢，冇辦法啦。唉，俾18號高橋搞掂咗啦，難到。18號咧係參山啊，參山長子。好啦，滿命月半，好嘢。中國隊9-12落後緊，係第二局嘅情況啦。第一局輸咗啦，中國隊。自我淹沒，呃唔到啊！唉，好在夠力，唉，好在夠力。7號呢個大院咧就唔受呃。嗱，聽下中國嘅僑民猛叫加油喺度，一傳到位，擋到 ，OK， 後邊因為話你啦，唉啦，好順手啊波，去得好快嘅。呢波係唔同嘅，如果懂得落手腕嘅波係唔同嘅。如果你係拎錘仔死力打嘅波咧，波係速度唔夠快嘅。落手腕嘅波個波係好快，落地嘅波轉得好緊要嘅。OK，
顶住，哎，捉手出界，啊，真系要赞佢，好蛊惑啲波，好蛊惑啊！嗱，睇下个波向场外打噶，呢个大远足九尾，好蛊惑啊！换一句说话嚟讲就系技术，捉手出界，掰啊！点解啊？啊！今次不是搭了升降機、啊、踩空粒啊，真是没有人跳的。这波输不要紧，千祈就不要输士气。日本的教练很紧张，走出来14-11，日本领先三分败了，连失两球，很失士气的波。被这个18号的杉山祥子20岁的新仔按到，高很多啊，没法和棋不跳啊，没办法了。杉山祥子20岁1.83米，打完，哎，好在咧就放翻个礼俾中国女排，好啦，12-15。嗱，中国女排咧喺呢个中段当中咧，一定系又要反过嚟啦，一定要个士气要逼翻到日本队啦。如果唔系，弊噶啦，顶住。啊，不过咧就日本队嗰个一传又好到位，打生晒呢个杉山祥子嘅新仔嚟噶。在关键时刻，日本的几个新秀咧就好犀利啊！包括星球手15号的竹下佳光，同埋呢个杉山祥子。呢场波咧，中国队系唔输得，因为之前咧已经系输咗俾呢个意大利同埋荷兰噶。呢两场波系比较意外啊！咁第一场赢咗加拿大，呢场系第四场波。好啦，杉山祥子好认真，一传唔到位。邱伟华计护位，发唔到力啊！红前啊，红前呢下渣少少啊，真系跳快咗成半秒咁滞啊！个波好高啊，个跳快咗啊！嗱，佢自己闹紧自己啊，跳得太快，有人跌啦。好啦，孙悦主将落场，就换咗陈静。孙悦1.86米。一开一出嚟咧就发球啦。队长嚟噶，13-16，哎，好波，一出嚟攞分啦，14-16，哇，中招咧就系呢个满永月半啊，好啦，孙悦再发球，14-16啦，开分俾佢，又系佢，红前打唔得，唔打，好啦，参事喺中国女排呢边，李炎破棋，邱伟华嚟啦。哎呀，又俾呢个红前拦到，个节奏几好噶啦，嗱后快染到邱爱华刀啦，哎呀，邱爱华真系弊啦弊啦弊啦，啊红前咧就又要抵赞下佢啦，啲右手摆晒过网啊，李妹仔，喂，好在，哎，今次想赞你都赞唔到啦。教练郭和新元咧笑笑口啦，佢个花名叫辣椒仔啊，15号嘅竹下佳光，镜头猛影住佢啊！嗱，佢有翻两度嘅分波同埋弹跳犀利啊，拦咗两球波啦，已经系好差啲 ，OK， 发唔到力，多唔多？好啦，网上争夺中嘅牌占优啲啊，够够高啊！嗱，红前呢边，哎呀，啊有啲晕啊，真系。勉強劈落嚟咧，係呢條線嘅啦，已經係。中國隊防守陣咧就有啲問題啊！呢球波咧，波咁貼網，應該衝咗上去嘅啦。好啦，日本隊換人，16号嘅高橋換入，紅前啊休息。高橋咧就係21歲，1.70米，摩高係2.90米嘅。啊，中國隊一定要盯住，或者換出去紅前。另外咧就係呢個滿永月半兩個球員。一定要盯住，好啦，高桥出嚟发球，啊，球发球唔使谂啦。日本嘅后备球员咧，全部练晒呢个攻击性嘅发球。哇，呢边咧几快啊！你睇下，哇，吴永梅咧就飞将跟咁飞索埋嚟啊，好快啦，单收赢一赢何其啦，啊，好波，不让呢个竹下佳光专美啊，何其，啊，全破坏咗，唔敢打噶啦，好啦，收正，欣欣睇你啦。我睇呢边又跳快咗啊！大圆啊，好嘢呢个肥妹仔，跳快咗，勉强咬腰都掂喎。啊，你睇啦，哦，咬都跌晒落嚟啦，有啲晕啊，中间过咗，那个线路封晒嘅，已经系。
深山純子好認真睇定啲，好飄啊！一次破壞咗，中間陳靜，哎呀！日本隊呢場嗰個攔網係有翻上下，中間命梅嚟噶，冇線揀噶啦，係得條線嘅啫。俾對方高妹仔啊，三山長子啊攔到啊，三山一米八三嘅，咁啊矮啊唔明明少少嘅啫。深山二十十六，太 Q 唔緊要，中國隊嗱落後四分，追翻佢咧，再打好嘢。似乎咧，而家吳明梅喺前排啊，打到殘咗咁滯啦。五球當中起碼都係兩球佢打啦。好啦，陳靜換入，隔離咧就係欣欣，孫宇係被調出噶。個陳靜一米八二，嗱鏡頭影呢係滿永月半，十八號就係參山長子，高飛曲墜，十七二十，嗱頂住佢，嗱救到噶，救到啊！好啦，修正，欣欣睇你啊，好高噶，冇快跳，冇咁快跳，哎呀好在啊，執法，呢個波咧波好高嘅就冇咁快跳啊，一定要跳慢半拍，跳得太快，對方啊睇到你嘅線道啊，同你嘅手啊。空中動作要比較緊密啲，盡量慳時間。一住破壞咗，頂住，係啊！呢球整好多啦，欣欣，哎呀，跳快都係跳快，好在佢有音波虛攻球，唉，執翻呢球波。佢壞習慣嚟，佢啲波咧高咧，佢就跳早咗。吳明梅勾手飄忽曲墜，碌啦，係啦，冇錯啦，好波。李艷救到，哎呀爭啲，我係喺網上面嘅中位牌佔優啲啊！哎，又高過你，手又長過你，唔怕嘅叉燒波，中位牌一定贏啊！哎呀，三個喺邊個落啦？好啦，足下雞缸，一米五九嘅日本嘅正選星球手，佢嘅高度咧就可以鼓勵我哋好多香港嘅球員啦嚇！咁矮嘅球員竟可打日本國家隊嘅主？力星球手，馬美元七號呢個大院又殺到啦！睇下，逆線好嘢，純技術啦。大院唔係好高啫，一米七三，摩高係兩米九七，攔網高度係兩米七六，並唔係好高日本隊。好啦，六號咧就係大冠美奈子，一米七三，亦都係矮妹一名啊。好啦，扣發球，哎。好，新麗唔怕，再俾欣欣冇乜線打啦！哇，呢場波真係嗌到，再救都救埋過莫，哎呀！哎，大家都搏到盡噶啦，李艷咧就係跌緊噶啦，仍然再咬高個身想打過去，李一下救到一殼，再救嗱，李艷飛到埋，啊，爭半個手位。好啦，再发球，大冠李娜子一传到位噶，打埋佢，好嘢！欣欣呢下就还文分啊，真系打唔正都要照打啦。好啦，换人啦，无单咧就换入吴明梅。好啦，呢段时间咧我哋要休息翻一阵。无单换入之后即刻发球，最后都系廿比廿输咗一分噶。好波再救到。欣欣打唔得，唔得虛攻，修正打完再打，系啦，唉，有啲運啊日本隊。中國女排換入咗無單，希望穩住士氣。哎呀，難忘啊，陳靜難忘，隻左手冇擺過去啊，啊，俾日本擺咗唔得，你又紅前咧換入。我日本一路嘅江藤直美係換入，一位八六高妹就換入咗矮妹仔呢、這個。換出咗矮妹仔嘅足下街角，嗱江藤直美入嚟應該係攔網啊，隊長嚟嘅一米八六，中國隊換咗係無單入去，三十二歲高齡嘅中國女排前球員啊，而家係喺意大利打緊呢個職業賽嘅，今次咧就臨危受命，打唔打？打埋佢，頂住啊劉紅前，唔怕佢啊，好波，唉，啊邱愛華攔得好啊！好啦，日本隊又調動，矮妹仔嘅足下街光係換出，江藤直美係換出嘅，
足下皆攻換入，1.59米嘅主力星球手真係好罕見嘅，咁矮，日本隊索曬氣啦，好有眼神啦，22-23，中國隊輸一分咋，叉燒食埋佢，哎好嘢，哎好似打桌球咁啊，拱落去尾袋，好嘢，啊有啲運啊，都唔知佢塔 Q 啊，定係真係咁有智慧啊！日本的觀眾叫上Nippon，23平手，真是五波啊！空前夠到，修正啊，穩陣啊，王麗娜好大錘啊，唔敢打好啊，餐屎喺中國呢邊一轉到位，後面靠炸你啦！哎呀，都打唔死，好緊啊！捉起牌有機會啦，唔好手軟啦，哎弊啦，裁判咧就話何其捉到網啊！日本隊24-23 set point 啊，好危險啊！中國女排第一局已經係輸咗噶啦，呢個係不容有失。而家落後一分，係要穩陣啦。一傳到位，邱愛華好波，唉攔到出界，24平手丟時啦，真係五波勢均力敵一場波。好啦，吳詠梅掉入。前排咧有王麗娜，佢右邊有邱愛華，日本隊嚴陣以待。睇妹仔，好波一傳破咗啦，紅田打住佢，唉搞掂，好在呢個邱愛華搞掂啊，攔死紅田啦，25-24，一分波，嗱睇下慢鏡先，好波嗱啱啱邱愛華你右手搞掂佢啊！又系红线啊，揽埋佢，哇，好波！大家都好犀利啊，红线打得又狠。呢边李艳啊，飞身扑埋去，佢唔系救波啊，系飞身扑对方嘅扣杀球啊，唔系咁容易噶。好啦，满永月半系换入，6号呢个大冠美奈即换出。好啦，嗱，主将满永月半，中国女排要留意佢啊，佢喺前排啊。打晒手势，会唔打平拉波呢？大院又猛喺度讲嘢，日本女排咧就鬼晒咁嘈，真系。好啦，捉下鸡哥，漂发球，漂波嚟嘅。好啦，哎呀，又飞到啊，犀利啊，真系。空前救到啊，李艳都冇放过。唉，得搏锤啦。空前拦佢，又救到。冇手软啊，王丽娜开攻。掂掂又救到，红线再打又救到，邱爱华埋单话都埋唔到，哇好犀利啊！红线第四球打啦，又救到，再打唔好手软，一定要打，再救埋，唔会回，哎呀弊啦弊啦弊啦，好啦冇乜气啦，唔会回再嚟啦，要谷住，一定要谷住，唔好手软，唔好手软，冇错，好啦嗱，边个手软啊？边个有难嘅？好波。冇錯，登住救到，打唔得，唔夠力啊，唔夠力啊，弊啦，弊啦，弊啦！呢邊紅線都仲要打，好在咧佢打咗歐波，邊個啲關鍵時刻唔落除咧就問題大噶啦！唉，好嘢，好嘢，兩隊都好嘢，絕對冇手軟，好犀利，好硬啊！真係要讚下大家，呢邊嘅李艷，嗰邊嘅矮妹仔捉下，好啦，26-25，中國贏一分，再救到。好啦，差事吴明梅保持攻势，呢边控前两个拦佢，啊，俾佢攞翻球啦，26平手。中国对日本咧就永远都系咁好睇噶啦，好硬好硬。好啦，控前稳阵，一传破坏咗，修正吴明梅救到，仲有噶，仲有噶，哎呀，27-26。日本隊咧又贏緊一分啦！大家真係留意啊！日本隊幾個球員啊，好搏命噶，好前27-26，好啊，傳到位，攞埋佢，好嘢！啊，關鍵時刻，吳詠梅咧就冇手軟啊，索曬氣噶啦，冇辦法啦。呢邊咧，津文博子亦都係啊，兩邊係自由人，
津文博子和中国的李炎。九八球，保持攻势，打完，好了，顶住。何其，好嘢，吓冇错啦，一定要打远线，欣欣，唔好打咁 sharp 啊，佢底线打啱噶啦，好啦，欣欣俾手指功，呢边津文博子猛岌头，王希立发球，打完，喂，裁判话 in ball， 好兴奋啊，廿八平手。攞到好直啊，冇办法啦！两队波咧绝对冇手软，咬实牙根，大家都唔输得嘅。再打，收到。好啦，测试喺中国女排呢边，四号位欣欣，好嘢，好啊！一大射线，冇错啦，欣欣，一定要打边线。向住邊打得噶啦，千祈唔好貪。好啦，現場九成嘅觀眾咧係捧日本場啊！吳詠梅穩陣，廿九廿八，唉，好犀利啊！十八號呢個參山長子新仔，嗱，睇下嗱，佢都有單腳起跳，呃曬啊，跳得好高啊，佢摸高係三米零五，二十歲，前途無可限量啊！李妹仔足下街角，角和失完亦都嗌到冇晒气啦。好啦，满永稳阵啦，廿九平手。自我英冠假嘅中间，好嘢。好啦，而家呢段时间咧，中国女排连打三球咧都系呢个欣欣。啊，企喺主攻手好重要啦，射到我睇你啦，欣欣。顶住球，打得难冇非常之好嘅。打完打唔打？再难到，啊，好硬啊！裁判就说过了网，判中国队赢31-29，中国队很侥幸，即是搏到全力才赢到这局，追回是1-1平手，是31-29。回来我看第四个比赛情况，看看这场女子排球奥运的轮选赛，由中国对日本，现在比赛已经是第四局了，之前三局中国队分别以23-25、31-29和25-17是1-2是领先的，现在第四局中国女排一一好波，一扎波就是捉手出界，日本的这个15号的捉下街角，矮妹仔1.59米，大家留意那些飞身扑球很犀利的，两三米以外全部飞到的。哇，中国队一号的毛丹换入，毛丹是老将来的，32岁，现在意大利打职业排球，现在这个奥运的轮选赛是关键时刻，要派出毛丹压阵了。大元一个主扣手，日本队啊几个打得好生猛啊！呢场波好啦，扭到边个球？大元好硬啦，再喺大元打底球，车线，哎呀攞太尽啦 ，over， 有啲攰啦，见到呢个大元美奈子，镜头猛影住佢啊！现在第四局比赛情况了，中国队领先2-1何其17平手，港岛后面又是华丽了，哎，飞将军飞马来啊，看看二号位极线刚刚贴在边落啊，现场有400的中国侨民在打气，声音一定是不够，现场日本人就叫得犀利了，日本队的观众打晒锣打晒鼓，18-17，仲有领先1分啫。欧博好明显嘅呢个波，佢系想打，咦？点解日本观众猛啊拍掌啊？而裁判咧判日本波，话中国队 cut out。好啦，大元啊，骑晒肚，睇点啦？18-10，哎，新礼咧捉到网都算嘅，欣欣到肚 ，OK， 再俾欣欣。开工了，啊，有长有短，好嘢！咦？睇下欣欣，嗱，呢球波，哎呀，原来捉到标志杆啊，冇办法，冇办法。裁判眼睛好雪亮，好啦，一号嘅江藤哲美换入，高妹嚟噶，1.86米，换出嚟咧系做拦网手嘅，
就拍住個矮妹仔，冇辦法，因為5.9嘅星球太矮啊，就靠啲光藤直尾頂住啊！一傳到位，好波！裁判吹咗，話日本隊咧係捉網，個例牌就係話唔係噶啦。不過副裁判咧睇得好清楚，陳靜。19平手，仍然拉腳戰，擋到後面邱愛華，啊已經打底線嘅啦，都係咁硬啊。OK， 邱愛華救唔到啦啩，唉好搏，啊搏得好盡啊，已經冇流露力嘅啦已經係。江藤直美1.86米，三號就係雲津博子。一傳破咗啦，已經江藤直美起唔到手，過嚟啦，好啦，收正江藤直美，冇乜力啊，江藤，過嚟啦，唔同啦，好夠力，好啦，收正打唔打，放住先，又係邱愛華，哎呀，好嘢啊，邱愛華，個力唔係好大，不過咧個手腕好重好重啊。而且個手咧個藤鞭咁，係速度取勝嘅，落手速度好快，跳快咗啦！唉，冇錯，好易攔佢啊，好易攔啊，跳得太快啦！日本呢段時間咧有啲係混亂啦，要換人啦。好啦，紅田換入8號主將嚟嘅，就換出16號嘅高橋。好啦，紅田咧係有啲男子嘅動作嘅。個眼神好倔強，有呢度嘅嗱，睇騰空唔錯嘅佢，好吧，中國隊呢球咧，亦都係攔死佢嘅邱愛華12號就係啦，嗱，睇下慢鏡，哎，兩隻手陳靜攔到佢啊，哇，幾開心啊！打主攻手咧就最怕俾人攔到嘅啦，係咪啊？好失威嘅，好失士氣啊！自我掩護。中間強正，哎呀，有啲拍咗啦，打正手指甲，個波唔同聲嘅，嚟睇下個高度，15號啊，非常之矮，1.59米。好啦，日本隊再調人，好啦，江藤咧就係換出，由18號換入，18號啊，杉山，杉山開波啦，好穩陣嘅，例牌噶啦，頂定先，頂定，好，好有信心。六大隻眼，20歲，1.83米，摩高是3.05米。前排啊，紅前掛帥嘅15號咧就係足下佳光，6號咧就係大冠美奈子。好啦，杉山發球，好穩陣。日本輸緊20-23，陳靜，唉，好嘢啊！呢球波老虎蟹都攞直線啊，邱愛華。好啦，無丹係換出5號咧，吳詠梅咧係調入，無丹換落嚟咧係穩定軍心，係接一傳嘅。好啦，10號陳靜換出，好啦，小愛嘅孫悦換入，哇，跳跳扎，孫悦1.86米。好啦，足下江佳紅前大元有冇計啊？24-20，1分半鐘嘅對牌，攞埋佢，扮佢，搞掂，好嘢。結果咧就25-20，中國隊咧係以3-1係打敗日本隊，喺第四場波咧係保持勝利，仍然有機會咧係進軍呢個悉尼奧運會嘅。好啦，而家時間差唔多，我哋下一場咧就係會將會對住中國係對到克羅地亞嘅。好啦，中國贏咗日本之後咧，我哋時間差唔多，各位再見。